妈，有人给我爸打电话。你爸在洗衣服，我在拖地，你接吧。喂，你家灯泡坏了，叫我爸去修，让他过去吃饭，顺便带瓶酒。嗯，谁呀？这是男的女的？女的。啥？再给你带2000块钱？这可不行，我们家的财政大权不在我爸手里。拿过来。喂，你谁呀你？啊，把我老公当你老公使唤了？又是修灯泡，又是拿钱的啊？你家灯泡坏了，你自己不会修吗？你没老公吗？还真拿自己不当外人了，滚！什么？叫我妈别回去了？那我呢，外婆？什么？是你外婆？快把电话给我。挂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这一瞬间，都心辉煌，能靠自己。社会很单纯，复杂的是人。谁把谁当了真的套路玩的肉肉？社会很单纯，单纯。哎呀！哦。有人。哎，你这人真没素质。我在看手机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什么人都有。啊！嗯？是那夜空中最美的星星。为你点赞。哦！靠自己，社会很单纯，复杂的是人间。谁错谁当了真的高明官的谁？社会很单纯。哎呦我的妈！有人。哎呀！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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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哎呦我的妈！
哎呦我的妈！妈，有人给我爸打电话。你爸在洗衣服，我在拖地，你接吧。喂，你家灯泡坏了，叫我爸去修，让他过去吃饭，顺便带瓶酒。嗯，谁呀？这是男的女的？女的。啥？再给你带2000块钱？这可不行，我们家的财政大权不在我爸手里。拿过来。喂，你谁呀你？啊，把我老公当你老公使唤了？又是修灯泡，又是拿钱的啊？你家灯泡坏了，你自己不会修吗？你没老公吗？还真拿自己不当外人了，滚！什么？叫我妈别回去了？那我呢，外婆？什么？是你外婆？快把电话给我！挂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啊！有人。有、哦，你那个，你上医院看过没有？你一定是有点毛病。畜生，畜生，你的快递。嗯、什么畜生啊？玄天生，没有文化真可怕。老王，你把妈妈领走吧。咋的了？他又欺负你了？没有啊，他想你了，想你想的都睡不着觉了。是吗？对呀，他半夜趴我耳边说，姑娘你爱我不？你睡着了呗。对呀，你说他半夜吓不吓人？他有毛病吧？他让我亲他，还让我撅嘴亲他。他要干啥呀？他说稀罕我。我一会儿打电话去。哎呦我的妈！你是不是看不起我呀？我不是看不起你，啊、你要是个儿再矮点，我都看不见。哎呀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有人。啊！走！